欢迎收看 NEL 炉石战队超级联赛夏季赛的直播。本次比赛由网易游戏主办，ZhanQi TV 作为全年度的主要赞助商提供独家高清直播支持。大家好，我是奈洛。大家好，我是阿龙。其实我是去韩国整了个容的阿龙，变帅了吧？没看见。好，这今天也是邀请到了更胖一些的阿龙来作为今天的我的解说嘉宾。今天也是代替阿龙来了，我是董仲，大家知道。也好久不见。董大师，对于今天的比赛，咱们的对阵双方是ZhanQi TV 战队和 WE 战队。是的，这两个战队都是比较有实力的战队，就好像说ZhanQi这次的三个选手都是相当于精心挑选的嘛，我觉得都是在实力中有一定上佳表现的。而 WE 也是作为中国的传统强队了，电竞圈传统战队也是不容小视的，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我相信会非常精彩。是的 ，WE 给我，这面是在 B 组的比赛吗？对的，这是 B 组的。WE 之前进行了两轮比赛，是一胜一负，然后ZhanQi是进行了一轮，上一轮对阵 HOC 拿下一分，现在两个队是平分的。对的，如果这场哪个队赢，哪个队就上去了，排在前面了，就是说会比较稳的出现了，是吧？也说不好，至少如果是ZhanQi赢了，就相对好一点。对，现在今天出场的三位选手，看来都没有什么变化嘛，跟前一场一样。是的，因为这。战旗队伍都是没有替补的哦，战旗就是第一、第二萨加海岛，是吧？第一、第二萨，这个是关键，是你要怎么分谁第一谁第二？毕竟第一傻嘛，这个冰蓝灰狐肯定是第一萨，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 WE 战队的呼噜呼噜是让我，就是说他前两场的表现的确是让我很让人就是表觉得很惊讶，这样子。对，两次3-0，两次3-0都是一套贼，都是奇迹贼。那这样的话，我们也看看他在今天对会有什么表现吧。同样也是首发，今天呼噜呼噜没带贼，没带贼，带着法师、萨满、牧师。这他应该是，就是说为了防止对手来针对他，也是给你们搞了一点意外。对，就不用贼了，不带贼了。对手我们这里面可能带的都是一些针对，我觉得海岛会带一些针对奇迹贼的一些。套路这样的，是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呼噜呼噜除了奇迹贼其他职业打的到底什么情况，因为有些人只是看过他打奇迹贼嘛，对，之前也是因为他打得太好，对，所以也 没有机会用其他的职业出场。是的，其实海岛也是位很有实力的选手，我其实认识他已经十几年了。哇，十几年，真的十几年了。他现在多大？他跟我差不多大吧，我32，他跟我有个一两岁左右的差距，应该比我小两岁。但是看起来你俩年龄差应该是没那么大。其实海岛之前也被一直，他也是万智牌天津一霸，就是天津打万智牌首屈一指的人物，也是很了不起的。他在之前也每次北京比赛的时候都会坐火车从天津赶去北京去打比赛，于是呢就又得了一个好的称号，叫北京柴手雷强。对啊，我们看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这边我海岛先上的奇迹贼，是反而先上了一发奇迹贼。哦，呼噜呼噜用的法师奥秘法，这个贼是后手还是很不错的，因为贼是一个就是蛮吃后手的职业，无论是奇迹贼还是普通贼，是吗？但是贼打法师是就是打中奥秘法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matchup，因为奥秘法这些奥秘啊贼是我觉得是很烦的，就他取小流了罗塞布，对他流，那是觉得这个必要吗？他留罗塞布，他其实也是在防兵法。如果对方是兵法的话，你留个罗塞布好像会非常好打。如果他不是兵法呢，就算他是普通法，其实罗塞布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可能奇迹贼本来这低费的时候的曲线就没什么特别的奢求。是的，其实他主要就是前几个回合混一混，就是场上不要亏太多，就完全可以接受了。我们看到这位法师在三回合抓到了法力龙，如果他是一回合抓到就多打了好多点，多打2点血。他在三回合上了法力龙和巫师学徒，这样也是三个回合往上往上一放，战场战的还蛮凶的。这边盗贼上毒砍一个，上毒砍一个，刺骨砍一个，解掉两个，这时候只能浪费一张刺骨。刺骨还可以，因为也是一换一嘛。是，其实他开始我也说了，他主要盗贼要做的就是混一下，就是大家场上不要发生什么变化，等我拍加基森。对，只要前期损失的血量不太多，对，然后手牌也场面不要太夸张。我们看，其实呼噜呼噜这个手牌并不好，为什么并不好呢？因为两张寒冰剑在
打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在开始没用。他更希望有奥秘啊，有人啊往外铺。如果这想这时候他上一个就是奥秘接在上面，就看起来很舒服。就不管什么奥秘，对方总得猜，因为总得猜，总要去想，总要怕，就总要提防着，所以说就不是那么的舒适吧。好，直接罗塞布，弹跳四三。啊对，就刚才说到关于先手或者奥秘啊，我之前我对我的随从宅做过一个统计，然后我反而发现我的随从宅先手的胜率其实是高于后手的，我是几十盘的一个统计，是吧？那可能还是统计样本不够足吧，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还后手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是跟我那套贼偏慢有关系，我觉得速度慢下来的话，先手的优势就会相对大一点。瑞娜的曾经就是在他自己的那个就是 Twitter 上说啊，就是他说这个先手和后手的优势巨大的，后手优势巨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暴雪有个总的统计，就是先手和后手的差别并不大，但是他囊括了所有的玩家，所有的玩家就包括一些就是很多打的并不是那么优秀的玩家，他们在硬币可能随手就丢掉了，就这样子。所以说他说在就是非常好的玩家之前对决的时候，后手的优势是巨大的，我还是蛮赞同他的观点的。看来我的套路可能比较奇葩。对，我们现在还是看看场面，你现在是贼没有加基森，术士没有，法师也没有什么手牌了，憋了一个大罗斯，但是我觉得马上到八费的时候，对于他憋了个大范，盗贼他就是独刃，他没毒，他就做了个六六，他没有舍得先独刃脸，他先独刃就可以捉个八八了。他不会刷一个10/10吧？他在犹豫啊。没有，他已经他就上刀了。他这样刷的话，就是做个六六。其实我觉得这时候上八八其实挺好，独刃过掉这个蛮好。打到一张反刺，这样子他还可以换掉你的寒冰剑，点一下撞掉。这样真的好吗？这样子真的好吗？够贪。我觉得撞掉就算了，因为再被拿回去人家还能再出，当然他挂了个反制也不是怕人家暗影布。这边贼应该会先拿个毒刃探一探，对，先试一下，但是暗影布的话，暗影布肯定不亏的，他会舍得用吗？应该会吧，这个时候他手上什么都没有，问题是他应该先刀扇吧，我觉得刀扇再过一张，刀扇再过一张看来什么。不过刀扇之后只剩下两费，一般也只能按一般是暗影布了。一般是暗影布，我觉得。他直接暗影布拿回来了，他刀扇会先用吗？他刀扇没用，先用了。是的，这个也是思维感觉是思维和排序好像不太一样。还可以，现在情况就是跟我们想的一样，还是刀扇最后上下大范，他会破这个。八八大饭，我觉得现在就看这个罗斯怎么表演了。罗斯打脸也不好，也不好，因为血太量比较少。好，优了大罗斯。不过打八八，更不好。对，打八八的话其实因为这下应该是打脸啊，打脸好。因为我刚才从左下角看到震动，就是说明他受了伤。这细节力、这他先拿贝斯试一下是不是反制，或者是不是找中，他怕呀。这个闷棍如果被扰臭了就崩盘了，就急急了，只能把单位送掉啊。其实现在闷棍回掉他也没什么特别好，因为你想他现在暗影不用光了，没有什么爆发性伤害，对方24点血，对你只有7点，就是这一波再掏出来不是大半死就是人死啊。是啊，怎么都对啊，怎么都是难啊。就话说回来，你提贼还有什么胜利手段呢？就没什么胜利手段，没有了。因为所以说我觉得呼噜这把已经又打脸，又打脸，因为他震的比较厉害。好的，那么也恭喜呼噜获得第一场比赛的胜利，又是比较快。呼噜的这盘打的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是这盘盗贼前局迫于劫场，对，交了很多手牌，压力很大，因为法师打盗贼打奇贼，我觉得是没有蛮有优势，因为开始你压着他之后，你下一堆奥秘很容易干扰盗贼的思路。盗贼不确定你奥秘的情况下，总是需要试一试的，因为他不是很容易就一下子就崩掉了。在我们试奥秘的过程中，就是会影响我们做出最优解。对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法师在面对
面对棋贼的时候很有优势，选择了德鲁伊。嗯，而且你看这个法师也蛮吃后手的，因为你后手棋手有个法力符龙的话，有个硬币就多加一攻。德鲁伊选择、哎、换掉一张利爪，我看到屏幕这里显示又抓上来一张利爪，对，就基本等于没换啊、都换了，他换利爪换了一个愤怒，之后又抓了一个利爪，又抓他在想一回合要不要上麦田傀儡。其实、嗯、上一个蛮好，因为对面开始也是有仆从的，但是上了麦田傀儡之后就导致你这个利爪就要玩很多。那你如果三费上的话，因为你三费上利爪的时候，万一被人二回合拍个镜像下来，不就他拍一个复制镜像实体下来不就很傻了。嗯，你就因为德鲁伊的大怪满吃那个就是法师的镜像实体的。那如果他挂奥秘了，我就上麦田嘛。那激活不就浪费了吗？不是，那我就不激活了。你如果对啊，我的意思是激活在越早的时候，它的威力越大；它越晚，它越差。这种牌就假如你最后剩两张牌，十个费就两个激活，就是一点用没有的。它在越早期，它能提供的帮助是越大的。但是我在手里有一个麦田，一个利爪的情况下，我先激活麦田，就代表我要挂机三个回合才能。也不一定，因为你说不定还能摸到其他牌呢。那就是靠手了。对啊，是啊，但是是这样，你看现在事实上效果就是他的一活的法律符龙没出，嗯，因为他知道上去会被麦田白吃。对，二活他炼金术师也不是很，还是很情愿出。对，他二活在法律龙硬币寒冰剑，觉得也不爽。就其实这个麦田傀儡一回合上，其实干扰了法师很多很多的事情。你看他上了一个炼金术师，其实很不舒服的，因为炼金术师被白吃。嗯，我们看了一下，其实海岛手上。三个五，三个五费的三带一，也比较麻烦，非常尴尬。好，镜像实体，好极了。这就是最怕的，怕什么来什么。啊，如果到时候想事的话，估计是要迫不得已。法力符龙硬币点一下吗？啊，不是硬币点，我想说法力符龙硬币点一下。他采取的是法力符龙点一下，保留一个法力符龙在手上。我觉得可以把第二个也打出去。那不浪费个硬币吗？他现在也不是很着急去打敌人的脸。两个二三，啊，不过即使打出去也能两个都被解掉，也没必要。他只是觉得没那个必要这么早去抢场面，因为打德鲁伊你开始场面挺难，就是对别人造成很高伤害，把对方抢死的。你一般都是靠慢慢磨。好，法力符龙，接着点。这会儿上硬币上一个学法。其实这样就使得这个硬币效果是一样的，跟上回上法力符龙是一样的。不过上一回如果上双符龙的话，愤怒解一个啊，二一加脸就能解一个。对的对的，呼噜呼噜这个角色的确是考虑的非常周全。嗯，就省了一个，就对，少死一个法力符龙。嗯，继续愤怒啊，又磨了个愤怒。海岛觉得他哎呀，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怕是镜像了。对，因为他手上费用生物都是费用很高的，你被人镜像实体一个是非常之不爽的。他甚至更希望这个法师现在很舒服的，真的很舒服的。这张蓝龙抓的挺关键的，挺舒服的，只能说就他，你看他不上蓝龙也可以上，就是达拉人法师加冰箱这种组合，但是他上蓝龙更符合曲线，就更好的过渡。先不来蓝龙很好，来了蓝龙就更爽。这法师全面占用。这回合因为没办法了，德鲁伊只能逼着出那什么了，出一个五费冲锋，就出一般都是出冲锋嘛，因为你要出个四六的话，被镜像实体的就不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解，出冲锋嘛，就给敌人留个四四呗，相当于是太多了，这局做一个，对德鲁伊现在就很难受，只剩一挂、再上一个，好满场人，德鲁伊解不掉，德鲁伊这个难受的要死。两个四攻人，一个二攻人，十场攻怎么办、还要试啊，试到底什么奥秘啊。因为是怕第二个就是怕倒霉再是一镜像，所以麦田只能先打一麦田。嗯，麦田发现不是了，上个硬币之后出上个激活出啥呢，四三五了、出四六呢，四六了，四六还是三五，出四六好一点，其实差不多，四六一个火球，三五一个火球、现在法师是全线的优势，一连风暴，不拉，我当然要逆，对，可能有的话再打发。现在德鲁伊被法师压得好厉害，反制冰箱，这个反制能反制掉这个字野性之力。对，
这个局面打到现在，法师全线优势，反正那个很难看了，因为法师手上很多很多伤害，是他现在手上有十二点伤害，主要是啊，不过小德如果能再抓上一个知识古树的话，这个局面还有的玩。那你知识古树是加血还抓牌的？抓牌，抓牌不就被打脸打死？我觉得加血是慢性死亡。是啊，加我同意你的说法，是啊、但是就是说现在人家可能打你脸就够了，你出一知识古树抓牌，人打你脸可能伤害就够了，你也不太敢出。是好，纳克萨满斯瑞，这个四点伤害解不掉了，这是下午还要吃四点伤害，还有十三。如果变脸的话，还有十四。纳克萨满斯瑞，嗯，十多一下，发现被反制。对，一般来说这个是会用的。该试一下。不是，是不是就不用怎么办呢？对，早晚如果是反制，早晚都被他选择，不是下回合是一样的。下回合为什么下回合这么无所谓啊？其实，好，那个萨满斯瑞正在这趴着呢，已经先走了。点一下，点血，一张手牌，无论是场面还是手牌还是血量都是亏啊。因为十几点血对法师来说就很容易斩杀的。对。这时候法爷好又吃过蜘蛛，这次用的那个被反制掉了。好了，四三还得吃一脚，十五变十一，这局面应该已经集结了。十一跟个罗塞布，已经不知道怎么翻了，翻不掉，因为好难啊，只有很难。哇，大法师安德尼达斯也行，寒冰剑打脸，电火绝活。其实就是露了一个富，让对手知道了一下我有安德尼达斯。嗯，这回你抓什么都会输的。是的，随便什么。好笑。啊，呼噜呼噜，真是厉害呀！二比零海岛，直接交了。嗯。二比零海岛，看看那关键的下一局就看法师打法师。对，法师打法师。嗯。因为海岛没选这套法师，所以说我觉得这。他可能也对这个内战没什么信心，也不是没什么信心，可能比较无聊，嗯，也有可能是兵法，对，但兵法打这套很吃亏的，对，很吃亏。就法师打法师，就是越快的法师越占优势，越慢的法师越吃亏。对，就法师，你的法师比他慢，你就吃亏。你就比如说他这种奥秘法比较后期的奥秘法，就怕比较前期的奥秘法。哦，他这套是相对啊，雷强这套是相对比较后期的奥秘法。果然，嗯，有凯恩雪蹄，果然还有雪蹄这种东西，他应该是。就是那套之前我蛮喜欢那套牌，就是说随从带的多一点的，对，后期大人多一点，又有凯恩雪蹄，又有三五，又有蓝龙，这样。嗯，我们看一下棋手吧。嗯，雷强这边有哦，海岛这边，因为海岛叫雷强，老是叫错。嗯、海岛这边棋手法力龙就输好了，而且还后手。我会证明给他们看。嗯，不过手里如果再有一个寒冰剑的话、嗯，才能完美点。这时候。硬币用也不爽，不用也不爽。用了是浪费费，只能加一攻。要么你不是用了挂反制，对，就是要么用了放反制，要么就被人点白点掉。这个你他撞你一下，他点你一下，他不亏的。你再回去点他一下，你就很亏。好，还是选择用了。吃不吃呢？其实我觉得可以不吃，直接打脸。但是不吃直接打脸，怕寒冰剑，因为挂反制嘛。哦，他挂反制的话就可以忽略这个兵。对，是可以忽略寒冰剑。果然，因为这个像他这个就是疯狂炼金师、嗯，不是疯狂炼金师，什么科学家，疯狂科学家一般都是自己送的。嗯，本来他就不亏牌嘛，所以说死也不在乎。对，好的。哎，被反制了。被反制了。好的，现在这个法力伏龙就能换个四三了，这个换起来就舒适好多。我们看看海岛这边抓了一个达拉然法师，但是没有奥秘根，这个就亏好多。就达拉然在法师对抗中，达拉然法师不是达拉然法师，这个什么肯瑞托法师，肯瑞托法师能不能跟一个奥秘是很大一个关键。因为什么呢？你跟一个奥秘就相当于省三费，就相当于身材三费四三，其实就大家都会出肯瑞托法师，就一个人带奥秘，就身材不说了，大家一样的，一个人带奥秘，一个人不带奥秘，就相当于我硬生生赚你三费。而这个三费其实在前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就赚了可能不止一张牌。好的，一般来说前期的话两费可以横视为一张牌，差不多了，就三费就很赚的。他这
海岛就觉得如果出横瑞的话，他被他那个炼金师就被那个家伙成就是换掉的话很亏，我还不如就直接出个那什么，出个巫师学徒，当然被换掉还是亏，总是亏，就是现在是亏一点还是亏一堆，还是亏多亏点少亏点。我们发现其实呼噜呼噜现在手牌很差，真的很差，其实两边都不怎么样，这边也是三个七，这边还算能好点。海岛手牌要比抓了一张，对蓝龙这时候蓝龙的话就非常好了，非常舒服。你看这边呼噜呼噜抓两个烈焰风暴，首先法师打法师，我觉得烈焰风暴就不是那么重要，而且那个大法这个就是安东尼达斯这个牌要拖到九倍或者要拖的，哎，这也不错嘛，拖女王，这是女王抽的不错，刚好六费，嗯，正好，要么就要火球交给蓝龙了。我们他这个奥秘是什么？他自己也没给我们看冰箱对，没啥用。冰箱其实在法师打法师其实很差的，就但是就说当你在关键时候你希望有，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抓到的是。你就等于亏了一张牌，对，就没等于先把一张牌呼噜呼噜这在讲上不上女王的问题，就是如果女王被解，就上女王，人家蓝龙一撞，我冲一点，就很容易解掉了。更不用说如果一个羊的话，那之后那个法力芙蓉也白吃了。嗯，但是他这个六费又没东西出，他就哎呀，只能上纠结。他可以火球打掉蓝龙之后火虫点下脸，但是这样子自己场面又没什么攻击力。火球有一个二三的法力龙的话，对，对于这个时候有。哎呀，啊，他撞了点了之后出一个元素。哎，海岛不会犯那种就比较简单的错误的，像蓝毛送了一只狗这样的，是吧？啊，我没不知道。也之前这两位选手也都是那个暴雪嘉年华的那个预选赛，就是晋级三十二强的选手啊。是的，是的，对，我还记得雷就海岛有一次在一个就是媒体推荐赛上，他是媒体推荐出现的，媒体推荐赛上跟我打，把我。3-0了吧？3-0啊，3-0把我踹掉了吧？我还记得他拿一副土豪战。哎，这个奥秘刚才大师有注意到，他鼠标滑过。反制，那这个还明显走眼了。还明显走眼了，战一回合。对，没有，他可以其他的，他可以、大地环奶一口，大地环奶一口，大地环比较少见在法师的菜里，还不错，其实效果是。但是我纳闷的是，其实我觉得他这套牌和。从牌组构成来说，比上一套德鲁伊打击的法师要好很多。也不能说好很多，因为他也不知道呼噜呼噜是有什么。呼噜呼噜在打第一局的时候，牌都没看牌都是很快的啊。那等到第二盘就变得很慢了。然后到第三盘，我们看什么风，但那安东尼达斯加两张烈焰风暴就很挫的这个棋手。两边，一边用一个火元素，水元素买了一个火球。啊，海岛这边也开始抓科学家了。你看，这时候烈焰风暴在手上就不是那么的爽，没办法，清不掉什么东西，没办法。而且安东尼达斯你没有东西接，没有法术了。对，你没有法术去接，你是不能裸上的。对，就是你裸上一安东尼达斯就很傻、真的很傻。真要裸上了吗？他没东西出啊，对啊，他看看我能干嘛呢？我能出个法力龙，加个烈焰风暴。完之后，人家还多一个奥秘，加个电报解一个 R， 而且人家多个奥秘，这个 R 本来的目的就是送去死的，所以他就呼噜呼噜就很不舒适吧。这么来看，对于法师来说，这个科学家的性价比是不是太高了？因为法师的奥秘费用高，三费，那我用两费打出一个 R2 的话，好像，就是亏的地方在于这个奥秘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是他实际跑的。这也无所谓的，很多很多好奥秘给你选。那所以说这张牌，好的是挺赚的。这版是不是其实这回合蛮好打的，就出个血蹄撞掉换掉就好了。好，大安东尼达斯加反制，神抽啊！这个算是这个反制能让对手，但是有可能他怕对面是个复制镜像实体或者反制啊，那就这是镜像实体，那不就果然是一个天哪！好，这他这个反制没啥用的，你知道吗？因为人家火球，就抡你，你反了第一个，完他拿回去一个，再抡一下，啊，变了个羊，反正怎么都是要送一个用第二个解，因为他还是会获得一个火球嘛，他把羊用了大概是，啊，因为他觉得火球拿到手上更稳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多啊火球用的。因为火球还会多火球，反正就火球刷，无限火球。天哪！
那我们想想现在这美爷呼噜呼噜怎么用一个火球来解这妖了。对，这个东西不解那还玩什么，武器没见。哎，他摸了个那烈焰风暴加寒冰剑也行，但是你杀不死血体啊。对啊，没啥用。烈焰风暴寒冰剑发现跟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嗯，这就是烈焰风暴在法师对决中的不是那么有用，因为你只要被一个生物打你就很痛，你他基本上法师生物都是攻满高的，基本都是四攻的，这种一个生物在打你就一直都会感觉很痛，而且人家手上也都是什么就是法术伤害，所以说你就清场是由不得你，就是说等对方扑的。还没念就烈焰风暴就变得特别的鸡肋，你轻也不是，不轻压力还大。因为呼噜呼噜知道现在这个海岛手上最少有一个火球，对，他现在还是捡不掉这个。呼啦点一下出来，应该齐齐了。嗯啊，不是，还有冰箱，可以打，还能活一会儿。雷强，那个海岛会这样，先一个火球，四四打一下火虫点一下，把你打到一，打到一还是因为你没什么牌能把你搬回来。红龙来一下，红龙也许，但是这牌基本不带红。对，基本这种奥秘法都不带红，因为红龙特别慢。嗯，好，我们看呼噜呼噜最后一张，好，没用，没用了，GG，恭喜海岛扳回一局，现在比赛是一比二。是的。这样的话也是看来呼噜呼噜这个选手的其他职业玩的也是非常的溜。嗯，对的，法师玩的也很不错，我们给看到了之前也赢了法类海岛的两个职业，最后输给了法师 Miro。 但我其实有一丝担心，就是说呼噜呼噜后面两个职业，一个牧师一个萨满，打法师不是那么的好，我觉得。对，牧师其实面对这套牌是最亏的，牧师很怕法师，对，就对着奥秘法。面对这套牌是最亏的，萨满的话也没好到哪去。是这样，萨满就我觉得萨满打法师也不是那么好打吧，就不是一个很优势的 matchup。嗯，好，那看看我们也需要看呼噜呼噜这个萨满有多快，还是一个什么样类型，因为萨满其实牌和牌之间还是有点区别，从目前的手牌来说有够慢的了。对，他有够慢的，我们看看二四五六。嗯，海岛棋手哇，又是神奇手，棋手一呼法律龙，二呼跟坑人托加反制，这玩啥呀？这玩啥？因为你知道，你看下面，哎，这下坑人托加复制了，复制还是反制？我偏向复制。我想想啊，复制吧，复制反制，他还是挂了反制，他挂了反制，对，挂了反制，他挂了反制就是为了压你，就为打你，反制能保证自己不被打死，复制能保，就复制其实。更像是一种手牌补充的手段。我是觉得这个时候挂复制，无论把谁复制回来，都是挺好的。嗯，虽然来说，对手一般来说会选择又摸了个镜像实体。他这回应该会挂镜像实体吧？我会选择挂镜像，或者因为对手空场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挂镜像。镜像实体不是，或者头上顶一反制了。再挂一镜像，对对，头上已经顶就反制了，你再挂一个就是，那什么就意义不是那么大，就是因为比较难死自己的人，对，你在下一波很难触发的，你的，哎，这下，好，复制一个二四，对，他没上复制，他上的是那个，哦，对对，他上那个，不过还好，嗯，因为复制个二四其实作用不大，并不赚，因为二四的价值随便打，随便打，这盘法师优势好大呀，上四元素出人打脸。我们想想五费回合这边能上什么，能上个五三五怕人家复制，不怕人家镜像，已经没有镜像了，对面啊，哦，试过了，没有镜像，他已经试过了，这样的话也上了的话，但是这个东西也太容易解了，嗯，没什么，四一打一下火虫点一下完之后上达拉人法师再跟个镜像实体，天哪，这下三个了，嗯，要人命了，真是要人命，骗你，这局法师好像顺的已经，嗯，法师很容易很顺，对，这局顺的过分了，上了达莱的法师镜像实体，这个时候你去抓牌能压场不就不抓牌了，你现在三个包摆在头上，底下摆着十一攻，这对手怎么办，怎么玩啊，真的怎么玩，就萨满现在真的好难赢，这时候已经可以明牌打了吗，就是真的可以明牌打，因为这么多包，好，他先破掉你的这个第一个包，就是镜像实体，但是之后你还是跟不了什么呢？这套萨满
用二四来过牌，因为蛮好的，就是因为萨满其实它曲线是因为四费特别少，嗯，三费特别多，就是它三费多五费多四费少。好的，他再破掉第二个反制。现在法师场上多少攻？天哪，是不是打死了？应该打死了。啊，一个寒冰剑，因为他加寒冰剑完了之后还能哇还能，还有火球就喂，那随便打打，哦、随便已经死了。有火球，本来是已经哎。火球好像差一攻吧，是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怎么闹？那哪啊？反正赢了。我们看雷强那边已经转、哎、又震了，又震了，震了。当时天天都是从震动的幅度来判断局势，因为这盘法师真的手好顺啊。嗯，是。那一费法力龙，二费幸运币，肯瑞托，肯瑞托再能顶个奥秘，奥秘就属于就法师完美起手了。因为这也是对，这也是后手的好处，你知道吗？对，看到了法、嗯、现在奥秘法是不是会在天梯中很流行了？嗯，对，天梯中还是蛮多的奥秘法的，但其实国服天梯最多的就是动物园猎人，就是这两个加在一起大概超过60%，我觉得，就这两个，好像最近动物园还是少了点，嗯，猎人还算是少了点，猎人非常多，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他的牧师属于那种还可以的。嗯，开始有人，最起码又有法力龙，我已经看到了又有法力龙，不过没关系，因为第一它是先手的法力龙就没有后手的法力龙一半，我好养。对他，你出法力龙，我可以出水晶牧师跟你刚一下，刚了一下，看一看，果然刚了一下，没啥用，打不死，还要送张牌，打一下上个二，我会证明的，我会证明给他们。我们现在这边呼噜呼噜就蛮多选择的，呼噜呼噜可以直接上三四滴。要想抓牌，他是要抓两张吗？我看他也可以出个北郡牧师打一下，奶一下。哎，他只是抓一张。好，这边那个，这样的话真的好吗？嗯，这样的话北郡牧师摆在台面上，就是送了场面来看，你就送了一张牌了。对，就送了。然后三四不保证你能回本啊，嗯、因为三四的王宇你不一定能触发。是啊，他可能想下个套一盾来保证。对，三四怎么也是死在。嗯，不会死。现在海岛在考虑，我是拿法力龙打掉挂个奥秘好，还是火虫点掉？他还觉得挂奥秘好。那他现在想挂什么奥秘好？他现在有几个选择：第一，反制应该是，最不没可能的；第二，镜像实体；第三个是复制。他挂了镜像实体，那实体这是一出悲剧，因为他想牧师前期小生物没有那么多，嗯，二话不说派个北郡牧师，哎呀，北郡，这就是心碎的感觉。有种，这就相当于其实他就觉得亏了一张牌进去了。嗯，对的，加回来，加回，自己还能抓一张。这一来一去两张牌，嗯，又挂了镜像实体，好极了。哎，这时候再挂镜像实体，很好，挂镜像实体，法力龙吃掉北郡牧师。哎，他怂了，改挂反制了。牧师小牌其实除了北郡，基本上也就没什么了。嗯、他挂了反制。他没挂镜像实体，因为他想下过四费，可能没那么好的事儿。怂了，嗯，搞一个反击。其实没有来肯瑞托法师也本那个好，刚好反制个盾，没什么用。亏了两费，嗯，你看海岛也是一天，哎，怎么反制个盾啊？打掉再加回来，这个要成 boss。无血的话，对，基本减不掉。哎，火球来了，火球还不错。火球解掉 了，长痛不如短痛。火球解掉了，要么呢？要么等着，要么你就只能挂一复制，等着到时候再送你俩科学家，会靠谱吗？我倾向于解了就是利索了，反正我二一的牧师拿我也不想办，我也不太想挂复制，我其实我想挂镜像实体，因为还是挂镜像，能镜像实体我还是觉得比较好，但这也不好说，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能看到牌的，对。所以说还是需要考虑，现在是牧师很大优势，因为我们看牧师手牌又多，后金有竹，法师有点难以应对。这样的话，稍微沉着，可以两个奥秘都上去了。好，牧师觉得，法师觉得，我们重查机，慢慢一个包，两个包，这个打一下没意义的。哎，这个有必要送掉吗？他怕敌人严术士跟点什么。这样。嗯，也还可以，反正先把包顶满了，对手心里虚得很。顶满了，人家知道肯定有倾向实体，该有的梗是要有。
复制岩术师，把岩术师打掉吗？加一口，他完之后用这个三五把岩术师吃掉，吃了，对，因为你有可能有复制的嘛，有可能复制的嘛，这样给你两个岩术师，还没什么用，没什么特别大用，万一给你两个四三七点没什么用。这个时候法师最愁的就是补牌的能力，哎、出这个女王还不错，嗯，法师出啥出牛吧。这个法师换的是水鬼是吧？是啊，镜像实体基本没发挥作用。这一个三五啊，期待这个牛能不能压压场？对，因为毕竟四公人牛其实不能压场，因为罗塞布一拍牛就吃死了。罗塞布可打父，可打母牛，可打凯恩雪提父子。这也回到了咱们上次那个命题什么？幽灵虎的啊，是幽灵虎吗？啊，不是幽灵虎，那个不是银色侍从。哎呀，好吧，银色侍从能打死五一，五一能打死九五，对吧？这个九五能打死雪提，嗯，这样的话，银色侍从完胜雪提。这个赛布只是拿暴雪。打两下，这边打呗。还有九飞的大火球，没事来呗，拍人呗。拍女王撞了，拍女王呗，兵来将挡呗，也没啥手段。其实这个时候手里有一个女王的话，还能让他的场面好一点，是吧？嗯，这已经是虽然说挺差的，但是还算可以的一张牌了吧？拍了个女王，下回合人家用过什么咒语，随便用个法术，之后拿岩术师到底要女牛，拿五环的女王，你就什么都抓不到。嗯。但你又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就主要是你做这个选择不是说觉得你这么做不会，就是你知道自己会做这么赚怎么做，只是你没别的选择。你如果不去打的话，他想直接上大罗斯，这样好吗？有点因为如果我是呼噜呼噜的话，我就先用个思维窃取全场超一，完之后这样子再拿那个三一的去撞你的牛，之后再拿我的五四的撞你的女王，这样子效果一样。其实这个时候上大罗斯的确不够好，比如说他把这四一砸了，你看岩术师火球火冲，岩术火冲，对，点一下就可以了。哎，上了一个复制，但是你这样不是要复制，又是要复制岩术师的吗？无论复制岩术师还是复制其实刚才可以岩术师火球火冲点一下，是啊，我觉得这样把大罗斯解了，前面大罗斯四四也还可以。先试是不是反制，果然是成功把反制试出来，这个反制又可以神圣信心，神圣信心，又复制两个岩术师，卖岩片循环，一共四个岩术师了，本来没带岩术师，还能复制岩术师，还这样岩术这个大罗斯就多打了一下，完了解不掉这。这一炮打的也能解，还一样的，只不过就是雪提父子都没了。对，岩术师火球火冲，可解大罗斯。好，这么做。你想要玩玩火？其实上一回合解真的比这个回合解好，因为可以多剩一个那什么嘛，多剩一个雪提的儿子。我觉得手牌少的时候稳一点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吧。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奥吉尼了，因为他的血量和场面上暂时是没什么压力的。好，突到了红龙啊！海岛这牌是有红龙的啊，金色的红龙。问题他拿什么解场呢？他如果能摸个烈焰风暴，就能解场。好，现在没办法，只能拍人了，拍。在这种就是人与就是场上大家每人拍两个人对打的时候，是对牧师最赚的。对，因为牧师的这个治疗。所能提供的帮助对场面是最好的。其实对于这个时候，牧师一旦能治疗随从，就相当于给随从加了两点血的血清了。好，这边多了个三六，抢过来一二三八打脸，忍耐，感受我的痛苦。好的，这个局面法师头都大了，头都裂开。哎，神戳烈焰风暴，晚了一回合。如果上回合抽的话，能解掉吉尼的，不让王宇触发。对啊、这还能清干净，这我也可以吧，这我好像可以打一下点一下撞一下，不过点清不干净，对手四血嘛。是的，但是手牌上卡差太大了，
silence 可以沉默掉，然后自己的换掉水元素，他先喷一下，上个八八看你怎么解。这八八要了命了，要亲命了，没手牌怎么解？摇摇头，哎哎，摇摇头，摸了个变哑，啥意思嘛？啊，在那里摇了摇头，说完了之后神抽了，摇了摇头，像话？摇摇头，哎，真是的，敌人怎么上这么大人啊？啪啪，桃之一阳，不过现在牧师还是很大优势，因为牧师阳是上了吧，手牌优势巨大，一把就蓝龙，完之后接三五，基本上是这样。嗯，好，雷欧塞布，看我犀利的眼神，一下子就发现了。总大师，你的这个技能是常年打德州训练出来的？没，就是瞄到了一下而已，但也没什么用，因为真的对场面没帮助。啊，他有这个纳克萨姆斯之影。嗯，虽然牧师蛮流行带曼拉斯瓦的这些。好的，我现在宣布，呼噜呼噜获得本场比赛胜利。宣布死刑了。没什么牌能扳得回来的，他的手上牌都太小了。死亡之翼。没用的，死亡之翼啊！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死亡之翼真的没有吗？对天发誓真的没有。你拍死亡之翼，对方拍个女王。我再伸出一变羊。没变羊了，就一个变羊，你还能放俩变羊？有可能吗？很少有可能放。要对生活抱有信心。哎，这一个治疗之环，大概就是劝退了。宋家，好，好，死亡之翼啊！我就是力量的化身。死亡之翼真的可以的，只剩一样，还没讲啊！再见。再见，打得不错。再见啊！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一下呼噜呼噜，再次拿下第三场比赛。嗯，对，这是第五场比赛，也是苦战五盘啊，也是2-0领先，险些被反穿回去，险些被反穿，也是在最后一个，其实算是有些劣势的对局上，还可以，还是就是说是劣势也那么回事，就也没那么大。对，就是都是也是有一打的，就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的，反正我拿法师，我觉得打不出还可以，可能是如果是一个。后手法师，然后再顺的，对，稍微法师需要顺一点。不过法师在第二盘的时候，就是法师第二盘的时候，他已经把人家用光了，是吗？你觉得他在打煞满的时候就顺得一塌糊涂，对吧？我们也看到，就所以说，也是恭喜呼噜呼噜成为我们第二个就是三连胜的选手。第一个是谁？朱之季节。哦，对对，朱之季节稳定得分点，对，稳定得分点，两个稳定。呼噜呼噜现在也是 WE 的稳定得分点，是。好，那看一下接下来第二场是猎手小明对战冰蓝飞狐，对，这一场也是非常有看头。好，那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